我呢，我自己也觉得，就是我女朋友这个人比较任性嘛，然后她你说的啊，你小心点啊，来。然后她平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呗，就是上回嘛，我工作回家以后挺累的，吃完饭就睡了，她饿了想吃个宵夜，就拉着我起来，我心里是十分不愿意的，然后我还不敢不去呗。我平常不熬夜，我男朋友喜欢熬夜，他经常性的两三点才睡觉。然后我那天呢，是因为有工作，我寻思着是抓紧忙完工作再出去随便喝个面条嘛。那天其实也不是很晚，就是十点多嘛。他平常是一个就即使别人一两点给他打电话他也会出去的人，就结果那天就是我说我很饿，然后我就把他拉起来就走了嘛，然后他就特别特别的不高兴，就给我摆脸子。你看我那天晚上为什么睡那么早呢？那不是还是因为没睡好，并且工作还很累。我没有说办不了事就不是朋友，我只是说你对待朋友你要有一个度好吗？